后就留在这女娲庙做我的压寨夫人呗。日后你吃的喝的穿的全包在我身上。你腿脚都没长全，尚且算不上成年妖精，还想娶媳妇呢，早着吧。我早就可以修人形了，只是修男身可能会费功夫些，你等我个十年啊，八年我一定可以修成一个盖世无双的男子汉。我要入红尘修行，可没空等你。你要入红尘，那我就跟你一块入红尘，你去哪儿历练我就跟你一块去哪儿历练。你啊，这凡间的规矩甚多，我要是带着你的话，怕是会惹来闲言闲语的。这还不简单，以后我们就姐妹相称，看谁还敢闲言闲语的。娘，对不起，青儿食言了，我没能变成男子汉，没能保护好你。但是现在我又遇见了想保护的人，为了他我愿意尝试做女孩子。你们有没有觉得这老大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披着女人皮的大糙老爷们儿？如何，小爷我变成女人是不是倾国倾城？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入红尘了吧。拿你没办法。请。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